总感觉伊甸的酒每次都是不同的味道呢。是吗？或许是因为每次都是不同的酒吧。原来是这样的吗？我的好伊甸，你究竟收藏了多少酒啊？我还真的从未清点过呢。不过每一瓶酒的故事我都记得哦。初次品尝时，当时的记忆也会被封存在酒里，只需用心保存，就可以将味道延续很久。待到再次开启时，味觉和嗅觉就会将过往的时光重现，一如往昔。好厉害呀，伊甸，真是一种保存记忆的好办法呢。哎呀，最近有趣的事情太多，我都差点忘了。明天可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嗯，是你的生日。我就知道我的好伊甸一定记得。说起来，今年把大厅布置成什么样子好呢？去年的粉红色花束可真好看呀，真想再用一次。不过如果今年也用粉红色花束，就和去年没有区别了。啊，果然好难选呀。不如去菲利斯的商店看看如何？听他说这几天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或许你能用得上。对呀，菲利斯的商店总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另外，我刚刚想到酒窖里还有一瓶用达木森葡萄酿造的酒，连我也尚未品尝过呢。哇，好像很少看到这个品种的葡萄呢。嗯，是啊，就连我也只收藏到了这一瓶呢。或许是培育成本较高的缘故吧，这种葡萄在木大陆没能大规模种植。据说用它酿造的酒口感轻柔，有着淡淡果香。感兴趣的话，生日会上我们一起尝尝吧。当然好啊，将一起庆祝生日的记忆封存在酒中，是个特别的纪念方式呢。而且连伊甸都没喝过的酒，我都有些忍不住好奇了。再来一杯吗，艾丽？不用了，我准备这就去菲利斯那边看看。啊，会有什么呢？好期待呀。啊，果然货架上又摆了很多从未见过的小东西呢。让我看看，印有浅粉色花瓣的纸很适合当作邀请函。这个是维尔威的魔术道具吗？或许可以当作宴会上的小游戏。要是有气球就好了，可以做成装饰。啊，这个盒子大小应该很适合装甜点呢。啊，那个不行。啊，菲利斯，你回来了。哇，罐头也在，来摸摸头。哇，艾丽姐想买点什么随便看看，喜欢哪样价钱都好商量。不过这个不行，这个已经被人预定了。哟，看来是我晚了一步呢。对了，你这里有没有气球？气球？没有吧。是吗？好可惜呀。不过这个袋子里鼓鼓的，看上去应该就是气球吧。这个已经被预定了。哇，真不巧。那我再看看。哇，好漂亮的白色花束。啊，这是什么花呀？其实不瞒你说，这个也被预定了。那这个水晶小夜灯该不会也被预定了吧？啊，哈哈哈哈，对不住了，艾丽姐，要不下次再有新进的好货，我保证让你第一个先挑。好呀，那就这样说定了。那个艾丽姐，我还得送货去，
就先不聊了。喂，罐头，别蹭了，走了。哎呀，菲利斯的表情有一点紧张啊，总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呢。啊，送货清单，会不会影响菲利斯送货呢？第一个收货人是千杰，呀，真少见，他平时很少会从菲利斯这订货呢。还是过去看看好了，也顺便把这份清单交给菲利斯吧。啊，这里还是这么热啊。如果悄悄给这里装上电风扇，千杰会不会很惊喜？虽然千杰从来不说，但没准他也会觉得热，只是不好意思开口呢。我不热。哟，原来你在呀。你来这干什么？好了，千杰，别那么紧张嘛，我不是来给你装电风扇的。哼。我是想问问菲利斯来过这里吗？那只小猫，哦，它走了。这样啊，那你订了什么商品？数目核对过吗？和你没关系，赶紧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千杰的样子有些急躁，他这是在害羞吗？难道是因为订的货物有些特殊？哦，我懂了。放心吧，千杰，我会替你好好保密的。去下一个收货人那里看看吧。嗨呀，你好呀，你刚刚见过菲利斯吗？帕朵，我记得是往工房那个方向走了，他说维尔威那边有一批加急订单，得先送过去。嗯，多谢了。你手中的是？你说这个？菲利斯他呀，把送货清单落下了，我正要给他送过去呢。对了，英，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我并没有什么安排，是有什么活动吗？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先不说了，回头见。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好巧啊，华，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遇见呢。你见过维尔威和菲利斯吗？没有，维尔威似乎不在这儿，我来的时候只看到了菲利斯，他匆匆忙忙的说是要把重要的货物送到大厅去。和英说的完全对不上啊，果然菲利斯在隐瞒着什么呢？等等，会是我想到的那件事吗？那我去大厅那边试试看能不能碰上他们吧。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啊，华。好，我也该回去了。还有，明天晚上的时间记得留出来啊，有特别活动。好的。喂喂，菲利斯，菲利斯，你在吗？哎呀，真可惜，刚好不在呢。那我就不客气了，毕竟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奇怪了嘛，谁见了都会被勾起好奇心呀。货物会是什么呢？已经很晚了，大家应该休息了吧，连克莱因也不在呢。菲利斯，你的小心思被我发现了。艾丽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发现这张卡片，毕竟你在这里待的时间最多嘛。所以去你最喜欢的地方转转吧。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休息室里一定的沙发吧，软软的，每次都是坐上去就不想起来了。也有可能是这堵墙后面，毕竟还有个超级豪华的梳妆台呢，虽然已经很久没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大厅，毕竟这里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嘛。没错，应该就是这里啦。好可爱呀，盒子里会是什么呢？真想立刻知道啊。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提前打开的，毕竟
在恰当的时候被揭露，才称得上是惊喜嘛。谢谢你呀，菲利斯，明天我一定要好好的夸夸你。啊，看起来沉甸甸的，果然好想打开看一眼啊。要不然啊，久等了，我可爱的观众啊，特别魔术演出即将开始，可千万不要眨眼哦，今夜乐兔将为你闪耀。艾丽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艾丽西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艾丽，希望这次的红酒和蛋糕你会喜欢。怎么样，我刚才的表演是不是很特别？要不是这家伙一直跟在我身后念叨，我还能让演出再华丽十倍。不，我认为这已经是服务器能承受的极限了，如果不加以阻拦，你的魔术很有可能会对往事乐土中的数据造成干扰。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真是一个颇为冒险的计划，幸好一切顺利，我还以为差点就要被识破了。哎，怎么会，我就知道艾丽姐一定会被骗。不对，是上钩，好像也不太对。哎呀，怎么能说是上钩呢，应该说是配合才对吧。好了好了，是时候该拆开生日礼物了，给你，这是拆开礼物的钥匙。哇，是吊坠，好漂亮呀，我猜一定是阿波尼亚做的，对不对？是的，愿这枚吊坠能为你带来快乐，艾丽西亚。谢谢你啊，我现在就很开心呢。将吊坠插入钥匙口，顺时针旋转三圈，就可以揭晓今夜的特别礼物了。那么就由我来拍摄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幕吧。镜头不要凑得那么近嘛，威尔威，我也是会害羞的呀。这是大家一起制作的礼物，我给他们涂上了这里的颜色。艾丽西亚妹妹，你会喜欢他吗？当然啦，我很喜欢啊。谢谢小格蕾修，你最可爱了，让我捏捏。有几叶封存着一些花种，倘若将它们播种，待到来年春天便可长出新芽，应该会开出你喜欢的花。我已经将它们分类过，并在对应的书页上备注了培育方式，如果有不详细的地方随时可以问我。不过由于一些意外事故，有些花种被迫承受了一些高温，可能会无法出芽，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异。都看我干什么，和我没关系。好呀，这种随机的感觉我也很期待呢。阿嬷的意思是她的礼物都在书里了，直接看就好。生日快乐。谢谢格斯摩，你的心意我已经感受到了。对了凯文，你刚才是不是也想说些什么呀？你是我们真实的同伴，从前是，现在是，今后也会是。哇，凯文说得好认真呀，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么接下来大家一起分蛋糕吧。啊，怎么可以跳过最重要的许愿环节呢？剧本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呀。这就要走了吗，克莱因？博士的礼物我已经带到了，该回去工作了。你还真是老样子呢，偶尔也放松一下嘛。不过谢谢你代替梅比乌斯来为我庆祝生日。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些博士给你的留言。
会给人添麻烦，为什么总是这么执着于给每个人举办生日惊喜会呢？既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让你也尝尝被蒙在鼓里的滋味。别误会，这都是为了胜过你而已。虽然不能亲自看到你惊讶的表情，不过这次可是我赢了，艾丽西亚。哇，原来是梅比乌斯为我筹划的这场惊喜会吗？好感动啊，要是他本人在这里，真想给他个大大的拥抱呀。唉，好可惜。令，如果让我抓到那个把我衣柜里所有衣服都换成了格蕾修的衣服的家伙，我绝对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哎呀，一定是哪个善良的妖精做的吧。辛苦你了，克莱因，我这里也有一些给梅比乌斯的留言哦。谢谢你的礼物，亲爱的梅比乌斯，艾丽西亚很满意，并决定给你满分好评和一份充满少女心的回礼，请好好期待吧。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喜欢的。好的，我记下了。哇，梅比乌斯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可爱呢。如果他能不那么害羞，亲自来参加生日宴会该多好啊。好厚的一本纪念册呀，大家一定准备了很久吧。不过再厚的书都会有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再难忘的故事也都会有结束的时候呀。一段故事结束也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只要那些名字不被遗忘，故事也会得到延续。要微笑着看到最后一页哦。接下来的故事就交给你来续写啦。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这位新人吧，让我们期待他的演出。我不是这个意思。口琴准备好了。艾丽姐快过来呀，我要表演吹口琴啦。哎，来了。Thank you.